在墙上的洞里，在通风井里，这地方正合我的胃口。在黑板后面，在教室里，在储物柜里，你有24个小时。如果我找不到你，你会后悔的。欢迎来到我们英才学院。你在拍戏吗？是的，当然，这是自然科学教室。非自然科学就是这样。这是全国性的电视台吗？我是格温·史黛西。滚出去！没关系，继续前进。嘿，我就在这里，你能看见我吗？这些都是我的老学生。嘿，伙计们，他们来了。继续前进，拍个特写吧。拍得好。我带你去健身房吧，快点过来。恶作剧没有成功。这是我们的体育馆，桑德曼弄得一团糟，刚打扫过。再说老师也爱运动。这是我的杰作，比如说我很喜欢足球，我就是不能从球旁边走过。这是个坏主意。你能再做一次吗？我换个角度拍。真倒霉。对不起。马上删掉。我受够了，我不干了。进教室，在这里。够了，我忍无可忍了。射得好，他怎么了？隐藏。我的密室，我是安全的。让我们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汽水吗？它是完美的。你要去哪里？好啊，我要躲到别处去。不，不是在这里。储物柜坏了。嘿，滚吧，呆子！我占领了储物柜。这是什么房间？哦，我喜欢这样，只有这样。他们在这儿找不到我。校长，既然没有出口，我就得自己开一个。哇，太棒了，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，安静又舒适。校长，盖好。这个密室是什么？你怎么打开电视？嘿，干活吧，你这个老古董。如何修理电视？这是操作手册。This will help. 哦，起作用了。哦，那些家伙疯了，我们的收视率会直线上升。我要毁了这个地方。你们在哪里？你们这些小爬虫。藏。他救不了你。啊，一株小植物，喝点水，长高高。出去。哦，我讨厌那些声音。啊，他们在哪里？哦，是的。哦，不，我跟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听好了。你们这些小爬虫，你有24个小时。如果我找不到你，你会后悔的，明白了吗？听起来吓人。走开，过来。祝你好运，史蒂夫。他们就在附近，我的嗅觉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啊哈，我打赌有人，我能看出来，等着瞧。什么？那只是衣服而已。不，
更多，再近一点拍。香蕉啊，没人能活下来，没有什么愚蠢的储物柜。他们显然在这里。走开，垃圾，你藏不住的。啊，没有人。这是什么？我讨厌站着。哦不！哦耶！我们走吧。不不不，除了这个什么都行。喂，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吧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伙计们，点击订阅按钮。哦不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听到有人说话了，是时候搜索了。哦，嗨，小地精，你以为可以躲着我吗？那没有用，待在这儿，胆小鬼。哟，幸而我活了下来，幸运的我。地精，为什么？下次找个更好的藏身处吧。一个倒下了，还有三个。嗯，他靠近了。讨厌的鼻涕虫，我会找到你的。哦，千钧一发。你去哪儿了？又来了，他在这儿。这是什么？蜘蛛网？哦，不不不。有问题。我来了。是的，拿错绳子了，你这个失败者。哎呀，我不是放弃的人，来了。羽毛在校长身上看起来很可爱。就是这样，这次我要制胜他们。怎么了？在哪里？哎呀，小东西。午饭时间到了。嘿，我想要一份巨无霸菜单和一杯可乐。嗨，这是你点的吗？不是的。你确定？在这里，这是您点的东西。No。 是的，他。No。 不，这是我点的，我要了。谢谢。好的。好吧，我跟你分享。我势不可挡。哦，是的，在那儿，一条真正的绳子，现在你跑不掉了。哦不，我来接你了。你在哪儿？是啊，我闻到它的味道了。好，快点儿！你们躲到哪里去了？请在下方评论。啊哈，找到了！我喝多了。什么？格温史黛西，你的行为太过分了。奥利维亚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不。哦，没成功。待在这儿，也许你会改过自新。嘿，小地精。嗨，奥利维亚。嘘，好吧，我的错。四局两胜，我是最棒的。哦，你回来了。没门。好久不见，大哥。我就在这儿。你伤害我弟弟了吗？谢谢你，哥哥。那才是他该去的地方。我看不见了，我在哪儿？大家都哪儿去了？不可能。
哦，真的很痛。哟，我自由了，是吗？要我说，他一点都不好。啊，他离得太近了。我的话想歪了，现在好了。哦哦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好吧，我们来检查一下你们的档案。蜘蛛女，我们从你开始，开除。哦，放开我，你这个讨厌的章鱼，来。好了，大家都来了，还是开始上课吧。主题是身体对有毒化学物质的反应。我又湿了。什么事儿这么好笑？没什么，我需要我的衣服保持干燥。课取消了，再见。要去哪里吗？我们来玩吧。很好，姑娘们，算我一个。再来一次，剪刀、石头、布。姑娘们，嘿，现在你们会注意到我的，还有我的南瓜炸弹。什么？啊，不不不！好恶心。还有臭药，不不不，不是我，是炸弹。哥布林切了奶酪，绿臭药，太臭了，是谁干的？绿色的哥布林，他干的。不不，搞错了，滚出去，哥布林。流糖，我可怜的小耳朵。什么绿色衰仔，臭药，傻瓜，精神病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嘲笑我？我受够了，这实在难以忍受。我希望我是人类。什么？连我的镜像都欺负我？衰仔，这太糟糕了！闭嘴，镜子。我可以改变，我只需要一个好的面具。哇哦，我好帅！我们开始发光吧。哥布林，我还是99%的怪物。不过这是可以修复的。哇哦哇哦哇哦！蜘蛛侠，衰仔，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我会的。什么？一个宝宝？不，停！好危险的工作。你还好吗，宝贝？可爱的小家伙。嗯嗯。惊喜哦，你觉得这枚炸弹怎么样？啊！我在哪里？放我走！你邪恶的计划是什么？不、哦，快点！我需要你所有的人类特质。耶！可怜的蜘蛛，脱离人类的苦难吧！朋友们，请点赞，这样就有人来救我了。我求你们了！你在说什么？我不会说蜘蛛语。哦耶！真正的人类精华在罐子里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吧。嗯嗯，你好用。什么？我的耳朵，它们消失了，太让人兴奋了，别太疯狂了。你好用，我们来测试一下人类指数吧，50%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很好。Hey, 看看我会什么？哇哦， wow, 太酷了！天哪，蜘蛛侠失踪了！奥利维亚，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敢打赌他正在度假。看看这张照片，哇哦，真是个猛男啊！他很可爱。什么？哥布林，是你吗？你脱离现实了。这个家伙以为他是肯。大衰仔，啊，他们来了！所以我说，迈尔斯，你是蜘蛛，不是蜗牛。快点，女孩们，你们介意帮忙吗？走开，呆子！你知道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帮助他的。我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好的，随便。嘿，怎么了？我的储物柜好像打不开。
看。格温。好的，等等，嘿，哥布林，你见过格温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一只金发蜘蛛？不，我不知道。亲一下吗？你疯了！闪开，向后见。哎呀，格温，你是我的了。什么？不，放开我！不，我恨他。你，格温，蜘蛛的身体感觉如何？我需要你的人类特质，越多越好。看起来怎么样？哦耶！我是99%的人类，成功了。谁？绿色没了！天哪，我是个猛男。Yeah! 呀比！我穿什么？不，不，不！哦耶！哎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戒指、电影票、花。第一次约会时，你们会给女孩什么礼物？花、电影票还是戒指？在下面评论一下吧。好的，哥布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现在已经让人无法抗拒了。你在哪里，格温妮？嘿，你不准偷看！哎呀，好恶心！嗨，美女。哦，嗨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有时间吗？想出去吗？我不能，我一定要找到格温。什么？谁？他可以等待。不不不！看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你起来吗？当然。嗯，我想吃爆米花。这是一个想法。嘿，朋友们，谢谢。我也要这个。我借用一下你的爆米花。嘘，拿着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嘿，这是我们的食物，你偷了它，把我的零食还给我，快跑！这是我的地盘，请自在一点。我去给我们泡点茶。好的。啊，这是谁？绿色哥布林。不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。哎呀，这儿有什么？秘密的实验室，他藏了什么？啊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蜘蛛，人类特质，格温的衣服。What? 什么？救命！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敲门！天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利弗，我真的很生你的气。你，不，稍等，我建议我们先喝茶吧。当然，如果你坚持的话，快点吧，感觉很好，谢谢。容易上当的哥布林，我一定会夺回精华的，太棒了！快点，蜘蛛们，该把你们变成人类了。耶，我们好了，我的东西呢？是我的错。稍等，给你。那么我们要处理那个哥布林家伙吗？我很乐意这么做。等等，不着急，我还有另一个计划。过来吧，我们会从他身上提取诱变剂，你认为可行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显然如此，他变成了人类。我在哪里？你们救了我。放轻松，哥们儿，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。哇哦，是我，好人格雷格。姑娘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救了我。披萨，加点辣。啊不，太辣了，我必须喝点东西，实在是太糟糕了。我的头，我怎么了？你又是好人了，女孩们，他变成了坏蛋。格温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邪恶的蜘蛛侠，快点！下一个是谁？你就这么点本事吗？
好无聊，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Olivia， 不，我可以结束它，但是我得先恢复我的超能力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嘿，蜘蛛侠，放开那个女孩，选一个和你体型差不多的人吧。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礼物来了。真的吗？南瓜炸弹，真是小儿科。哦，太可怕了。他不来吧，打我。放轻松，蜘蛛，你会摆脱毒液的。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？还好吗？对，谢谢，我没事。嗯，他怎么了？我吸干了毒液，他会没事的，我会确保每个人的安全。那就保持原样吧。我要变成丑陋的衰仔哥布林了。嘿，我们有东西给你，看看你，现在你很可爱，是吗？姑娘们，我欠你们一个人情，还有他们喜欢的人。哇，我可以帮忙。哎呀，是我的错，你还好吗？是我的鼻子。你确定你没事吗？这是你的书。我真的没事。嗨，格温，他太帅了。太可悲了。哦，格雷格，你太有趣了。随便。我考试没通过吗？怎么会？发生什么事？格雷格，我的数学考试没通过，我得解决这个问题。幸运的是，我的数学考试得到了好成绩，我可以帮你。谢谢你辅导我。天哪，他的考试不及格。加油，格雷格，这是我。哦，里面有什么？那是我妹妹的一半。没关系，我的一半很好玩。那么我能帮什么忙吗？我们应该学习。吼，嘿，你还好吗？耶，我去拿点柠檬水。格温史黛西的头发。还有奥利维亚章鱼的指纹，太棒了！我太笨了，着火了！这里发生什么事？你做什么？这样更糟，我会帮忙的。哎呀，妹妹，火已经灭了，让我休息一下，我给你拿点柠檬水。嘿，奥利维亚，天哪，看看那些触手，你一定经常锻炼，对吧？耶，我确实是的。看看这个，开门，什么？会是谁呢？这是给你的，我猜你喜欢书。谢谢，我们走吧。想看看我在做什么吗？当然。哇哦，对吗？这真是令人着迷。嘿，格雷格，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我喜欢显微镜，这太漂亮了。格温，回到你的那一半，大胆。不要越界，这半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随便。嗨，朋友们，请给这个视频50000个赞，这样我的暗恋对象就会注意到我，拜托。嗨，格雷格，哇哦，格温，格雷格，你要去哪里？够了，蜘蛛姐姐，我会搞定你的。
人难以置信。德文，你的体型真好。我每天都锻炼。怎么了，奥利维亚？没什么。看看这个宝贝，小小的蜘蛛，太棒了，奥利维亚。没什么。待在罐子里，这样我们就不会丢掉你了。嘿，让我出去。我们要继续做实验吗？事实上，我必须走了。我们继续我们的计划吧。这就是我的力量的公式。我们开始吧。奥利维亚，只有我们俩见面，不带你姐姐怎么样？当然。他约我出去约会，我得打扮起来。化一下妆。好了，我看起来像100万美元了。让我出去，拜托。哦，好吧。姐姐，你出来吧。谢谢，我回来了，再见。哇，你有一个秘密的实验室，这什么？别担心。OK。这里有什么？好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行。天哪，化学反应，这什么？它如何用的？让我来告诉你。啊！哦，不要！嗨，让我出去！为什么？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？你创造了这种化学物质，小天才。显然，你唯一能找到的小白鼠就是我。快喝，来吧，赶紧喝吧。我信任你。肚子疼得要命。我怎么了？哇，这太酷了！在跳舞。你和你姐姐折磨了我。格雷格，对不起，拜托，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抱歉，放了我吧，拜托。不，你在做什么？格雷格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给你买了花。你还好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妹妹失踪了。她在哪儿？这是我的想法。棒吗？很棒，不是吗？我还有别的技巧。你不觉得好玩吗？这不好笑。你知道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惊喜？给我的吗？相信我。你知道我喜欢惊喜。到这里来，你会喜欢的。哇哦。嘿，我在哪里？发生什么事？让我出去。奥利维亚。什么？妹妹？姐姐？姐妹之爱的超能力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可爱的事。听。哦耶！终于，我的化学品。现在我非常强大。绿色的哥布林。你完了，戈壁。我们会看到的，乌贼。我的头，妹妹，我抓住他了。来吧，哥布林，你就这么点本事吗？你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的。你坐在你的牢房里，我们要拿走你所有的化学物质。我们要恢复我们的能力。来吧，
成功了，911，我们手上有一个可恶的哥布林。哦耶，我们走吧，哥们儿，干得好，妹妹。我知道，对吧？你想去游泳吗，妹妹？我们去清爽一下吧。玩算了吧，谢谢。好吧。啊哦，我不小心把戒指弄丢了，好大胆！一会儿见哦。我来了，这有什么好东西吗？我相信这是鼻子。走开！什么？我的手机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们继续。提神的饮料，谢谢。今天很热。我们享受阴凉吧，好点子。蜘蛛感知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我必须走了。现金，珠宝，这什么？哦哦，你被抓了，小偷。是你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所以这是超级英雄，对吧？这不是你的。有一个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他溜走了，不小心。啊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谁？救命！放轻松，我想这是你的。太忘恩负义了，我得走了。是的，那只手就是这样的。我现在要自拍了。是被偷的东西，我落后了。就像这样，他走了，我没成功。太晚了，他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。嘿，朋友们，通缉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有多少现金？没有吗？一分钱都没有。宝可梦，这些不是我的孩子。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街头音乐家，你知道，这是合法的现金。传送门，我需要更多。我会偷偷的换掉帽子。这儿有一个头。传送门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一定是出现了幻觉。格文真是太漂亮了。嘿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个地方不错。我应该给他什么？贝壳？不，唱歌的头。没门，我知道。朋友们，你们会给最爱的人什么礼物？花，很明显。什么？偏离目标。我的裤子，谁付钱？这一次疯狂的约会，啊？告诉我吧，这是给你的，他们太美了。咖啡馆总是有一些好东西，我要拿走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一个记事本，这个可能会派上用场。可爱的情侣，我想知道他们的口袋里有什么。一个蜘蛛面具，他们是蜘蛛侠。坏人回来了，哎呀，躲起来，他是个坏消息。我去寻求支援，后援团来了。这次你逃不掉了。一个袋子的人，这下变得更有趣了。给我面具，绝对不行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得到他的。想我吗？救命！抱歉，我会搞定他的。是这个，是我的。传送门，快救你的女朋友！啊不，格温，我来了。
你是我的救世主，你没事儿，这是唯一重的事情。谢谢你，迈尔斯，站起来。他们还没有取消搜寻队，我该怎么办？通缉！完了，治罪犯，警官，我投降了。不抓我吗，手？你能别跟我吵架吗？这个太完美了，我逮捕你了，手。没有律师就不要说一句话。哎呀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笔记本里藏着什么秘密。现在一切都有意义了，我会绑架那个女孩，蜘蛛就会来找我。谢谢，蜘蛛感知，这一定是我的想象，我枪到了。嗨，你还好吗？我想是的，我会帮忙的。这太过了，是我们的门票，欢迎。看电影时绝对不能吃零食，我们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会发现零食的。桶里有什么？这是爆米花。我不相信，我需要武器。啊？错了，武士刀。我的爆米花。这什么？迈尔斯，你觉得你可以欺骗我吗？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别这样，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。报告太烦人了，我受够了。我的笔漏水了，我必须去掉污渍。啊不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没有任何用。哦，我找到了罪犯，这就说得通了。抓住你了，你被捕了，坏蛋。你要把一切都告诉我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嗯，没什么，真的。这是谁？我以前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东西。我们是不是一支梦之队？启动糖果网，来吧。你好，你最喜欢什么电影？我可以永远聊这个。什么？对不起，你怎么敢？这是糖果。啊不，警报响了，特警。真的吗？看电影不能吃糖果。这是我们的座位。对不起，吃糖果。他们一定就在这儿附近。你不能进去，你错了。蜘蛛感知，我的百事可乐可以续一下杯吗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。抓住你了，我的记事本。格温在哪里？他回来了。格温有危险。对不起，你的樱桃汁，非常感谢。我怎样才能找到坏蛋？啊不，我的果汁，我必须马上擦掉它。什么？我想我在某个地方见过他。服务员，我明白了，谢谢。什么？我找到你了。这个地方的服务好差，好痛。过来，是警察，低头，通缉。阿布，我被抓住了，我完了。你被捕了，你在帮助逃犯。我没有。是的，警官，谢谢你辛勤的工作。放开我的狗。
现在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了。